飲茶是個好時辰，暢談更放更深，飲茶係要杯點心，嘆啖茶一粒腸粉。今晚有個萬世人計劃盤菜擺飲，一盅兩件半桌四家人，應該點去分？呢餐我哋一家大細，仲有個老友寄過嚟。重点是我们不懂煮饭仔，和你盘菜好头痕，煮晒自助与萝卜便是好计。我反对底层比较硬，慢慢难消化，只足萝卜最底层淋啲啱佢呀，加上我煮嘢食开始到大家，让佢用这个问啦，这两家好有根据，让我们正确认许。来祝陈饭饭饭，来祝陈赞新意，確係好亢奮。等嘉盛，傳統盤菜最多好嘢食，喺最頂有烤肉、鮮味各款式。要揀呢一層食得好招式。夜美食加有回憶。耶，嗰晚我哋男友喺度，見客梗係頂層最好，咁先顯得招呼周到。讓那盤菜價值高，下次一定要頂層，別靠近要奪去，別要這樣殘忍。我反對。家下到底乜嘢年代，仲跟傳統去煮盤菜，梗係要破格化時代。夠餸就放曬入袋，唔要啦。包心處就一定要存在，山珍海味越多越喜愛，魚蝦蟹氣派擺上台。盤菜勁正旺蓋，飄落班飛鴿一台，十配備最合格料理滋味款待。吳家盛，無論新派定舊派，盤菜主角。喺第三屆，炆豬肉豬腳緊佢都冇壞，實會食曬咁曬。呢層緊要冇辦法取代，肉質香濃向下層覆蓋，不如先搶呢層有好交代。其餘兩層要散蓋，主角都好似不錯，揀了他有好結果。唔好啊，主角智慧不簡單，不懂醃也不懂烹。无谓靠害煮得差，会自找麻烦。主角智慧不可怕，过分调味极收价。我哋拣剩翻嗰啲，也许更啱。第二层系啲野味小菜，有花菇有门扇，胃口大开。仲有靓鱼球，正到拍晒台，食到人更有神采。第四层系鲜有同猪皮，作晒上面炆猪肉啲味，配啖饭好食到飞起。食曬實在無比，我要呢層。話說我老友口味獨特，加上味道至啱佢心得，不如我哋就揀呢兩層。共餐最美滿足口之日，我哋兩個各煮一層啦，分工孝順爸爸同媽媽，男朋友又可以品評一下喎。合作團結一心煮個飯，盧嘉盛分曬邊家要邊層。发生。